这个黑色，然后跟我上上的粉色的，然后我连帽子它里面呢、啊、就是全磨毛的，非常的舒服，很亲肤哦，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地方超可爱，就是有点信封口袋的设计，没错，有没有？然后下摆地方是这样弹力的，弹力的，好、哦，哎，然后的人穿都可以，它就穿起来舒服。然后它的裤子的地方这边也是做整圈松紧的，所以穿上去的话，它就刚好很穿起来像连身的，不会露肚子，因为这个裤子是做高腰的，它是外面都是做棉料的，但是它是挺的棉料，所以它的面料上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它的挺度啊非常足够，然后双口袋。长度我觉得这样刚好，内侧地方都盖住，然后侧边做一点小开叉哦。我觉得不像以往的那些短裤啊，就是开得太高，屁股会露出来。最近就完全不会，然后穿起来又很瘦，也不会透哦。而且我觉得它很加分，因为内里啊全磨毛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舒服。Cherry， 赶快加 Cherry。对，这件，而且走秀地方也是做缩口的哦，它袖子里面也都全磨毛的。这个要的要赶快把握，哎，那要帮我打上颜色哦。淤青要打颜色哦，要打颜色。记得照我们的缩的顺序打哦。编号颜色尺寸加一哦，编号颜色尺寸加一，好吗？粉嫩嫩的色系感，哎，这个粉真的很好看，超好看的，因为它是有一点豆沙粉那种，对，不会说太过于粉哦，所以是非常显白的色系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搭个球鞋就可以出门了，没错没错，非常好看。好，那我换另外一个黑色哦，你们赶快再看一下这个色系，超美的，而且完全不透，整件穿上去你就觉得超舒服，非常的暖和，贴那种棉啊，我觉得质感好的啊，穿起来就是整个体是最新的哦，你会觉得比较不一样，非常的轻，所以它不会说觉得帽子太重还是什么的，完全不一样。这种哦是厂商自己叫台湾工厂做的，它做起来一样都是套装，就跟那些现货的套装真的看起来差很多。对啊，你们知道有些那种裤子它很薄很软，就是会软软的那种。这穿起来的版型啊，还有它的料子那些质感都差很多。它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哦，有厚度的有没有？所以你们不用再犹豫了，这真的质料很好，有厚度的哦。好，然后里面都全磨毛，所以穿上去瘦，然后它又是。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整个就是很显瘦的一个款式，尺寸就是 S 到 L 都可以穿 ，S 到 L 都可以穿，常穿到它。对，它是一个套装的，然后上衣拿来配一些宽裤，我觉得也超好看，很方便啊。对，就是搭配牛仔裤啊、皮裤都可以。好了，这个是编号04喽，05啦，对不起，没有04哈，没错。05来编号05哈，套装编号05哈，黑色跟粉色两个色哦，一套。